编的哈。啊，你都爱干这个呀？打包用的塑胶绳怎么编织成跟人家结缘的吊饰？慈济志工陈学蕊是讲师，身边围了一群老人家争相学习。大家拢老菩萨啦，哈，啊手也无啥物力气啦，伊就干那看讲，啊安尼我也较无水啦，啊伊就我甲用者就很满足的讲啊我呢。该用的较水了。我嘛是来这学的，那个学蕊教我们的。啊，我们回去哈就很认真，就去做环保的时候，就去找一些打包袋来做，然后就越做越有兴趣。我常常会在家会做啊，啊，我都做一做跟人家结缘呐。这是新竹地区的西极巷弄长照课，志工在课程的设计上花费了不少心思，每周都力求变化，除了做手工艺，也让长辈打包结缘品，锻炼手指灵活度。啊，咱年岁原来较济哦，有九十岁哦，吼，大行都蛮熟的。师翁这工课用做吼，还是足感恩的。长辈都很愿意付出了，对。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有东西可以做，又可以付出这样。其实老人家是可以付出的，然后他们在做的时候就是像在玩游戏，然后玩得很开心，然后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。重点就是让他们来幸福跟开心。老宝贝在长照课里学到了新技能，也增广了交友圈，晚年生活更丰富多彩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志工彭惠美、黄敏祥新竹报道。